Hello，Hello。我要准备出发喽！耶！观景台，这就是隧道，然后观景台在这边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高一点点的一个景点，可以看到整个 U 字形的优胜美地山。为什么是 U 字形啊？因为这是冰川推出来的，以前这里都是冰块，冰块呢到差不多最高的地方到300多米都是冰块。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左手边这块光秃秃白色的这个，这是一块世界最大的天然花岗岩，叫做船长岩。然后呢，右边那边呢有一个凹进去，黑黑的，是呢看不清楚，但有一点水，那个是新娘面纱瀑布。然后冰河切的就是 U 字形，因为冰河像推土机一样很宽推过去。然后那边很远很远，这个，这就是半圆顶。半圆顶，它为什么一半？也是被冰河切划过去。这叫什么湖？这个叫做 Tenaya Lake， 它是一个高山湖。这里特色就是它的水非常清澈，非常干净。哇！在我们的左边就是内华达山脉，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们走过去看那个 Tufa，
奇形怪状的那些石柱，有没有？是啊，都是碳酸钙在湖底，以前湖底形成的，因为这里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很深的湖，那是冰河时期，那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现在变得很浅，所以湖底的那个石柱就暴露出来。马克·吐温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作家嘛，那他写过很多本小说，包括自传。他有一本自传是写他1861到1869年，他人在这一带生活的那些故事，还有他的那种感受。他形容这个地方他把它形容成为一个非常的荒凉，然后非常就没有生命迹象。你看湖面上还是现在有鸭子，这些都是野鸭。好美哦，而且超安静。这边拍艺术照超好的，都没有人。周丹伟。所谓的馈赠就是在美国西部曾经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很热闹的很有钱的一个城市，大概有差不多1859年就在这里找到黄金，金矿就在那上面，这样，然后呢，在那边提炼，那边是炼厂。那因为找到了黄金，很多很多的人来淘金的人都跑来这里住。那个时候这里就住了10000多人，但是留下来这些建筑都是真实的，有黄金的时候什么都有，应有尽有。所以这个地方叫 Bodie。Bodie 现在是一个加州州立公园，就是加州州政府在维护。是，那如果我们现在上面去挖金的那个矿，就是那个黄色沙子那些，对不对？你觉得我们还能挖出金子来吗？应该是可以的。那但是不知道挖多久。算盘，这边以前有华人，他们来这边还可以抽鸦片，这是抽鸦片用的，这个是放鸦片，这个是不是以前的二胡？你看铜板，你看铜币。三个小男孩是那个童子军掉到那个冰块里面，因为那时候湖是结冰的，掉进去了之后呢，有两个老师跳下去救他们，就那两个老师牺牲了，所以这边就立了一个牌，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纪念这两个老师，对，这两个英雄。那所以这里就是说会到冬天就会结冰，对不对？